心理学权威顾修全博士在11月29号因为肺炎离世，并在12月30号完成大殓，多位弟子到场拜祭，其中包括詹瑞文和好友谢伟俊。顾博士的丧礼采取中西合璧，呈现他一贯的独特作风。丧礼上除了有基本的道教仪式之外，还派发纪念册，题字逍遥自在，笑看凡间，有他离世之后再不受约束，是仙界笑看凡间的意思。入面就印有顾博士不同年代的珍贵相片，由同学、亲友和徒弟等执笔撰写悼念文，怀缅和顾博士的点滴，亦都分享顾博士对死亡的见解。